想想，而且都有些车子会突然冲。正常车主不会啦，小朋友啊，或者酒驾的那种，就要可能。踩油门了，右弯，哎对，哎对对，好，加速了，减速。继续走，他不会过来的，因为这边刚刚有车。太靠右了，你的车子要留路给机车走。